好嘞，乡亲啊，过来是一连串政坛消息。先来看国民党的总统初选，因暗开始做民调，有风声讲郭台铭的阵营团报弃朱立伦，保郭台铭的谣言。郭台铭是要来回应，啊，朱立伦是回呛讲团报这种弃保的传言实在是真无意思。国民党伫凯道办活动，将各位参选人拢找来，本来估计有十万人，来较无一半，再加上无爱好大家伫公开场合签初选公约，郭台铭真生气。大家都一直在假议题，我一直要求签，那昨天7月7号凯道一起签，就不是没这个事情了吗？无签初选公约，郭台铭澄清讲，因为座谈会一天才退掉尔，伊是生意人，至少卖看十分钟才会签用。国民党秘书长陈应权嘛，甲讲会使无需要随签，即马煞变成干阿伊有问题。在今天、明天还来得及，大家一起签。那如果说那个国民党有什么顾虑，他不能签，你国民党要说明清楚，不然陷于我不义。绝对没有任何人可以有任何的理由不遵守公约，什么弃珠保郭，讲难听一点，实在太不够意思。郭台铭、朱立伦两个人在为着弃什么人、保什么人在对呛呢？即马又搁有初选公约的问题，为着要抢初选胜出，朱立伦连续三天开记者会以外，搁要到郭台铭出生地帮游主席宫拜妈祖。是妈祖是保佑大家平安的，妈祖不是用来托梦的。朱立伦进前才讲要甲郭台铭坐落来讲政策，结果声声句句却是针锋相对，看袂出来两个人有机会伫个民调公布进前，我都坐落来好好讲。